接下来请欣赏相声《学满语》，表演者李九春、李霄红，掌声有请。谢谢，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刚才俩演员说的多好啊，不错啊，这个行话叫锥子说书啊，对啊，很辛苦，休息休息啊，把我们哥俩呢换上台来接茬给大伙表演，是两个年轻人啊，大家呢不太了解，没见过，简单的介绍介绍。好啊，学徒是郭老师九字科的一个小徒弟，姓李，叫李九春，欢迎大家的光临啊。说我呢，好好介绍一下他。我啊，这是我今天的坐骑。没错，跟随我很多年啊，给我省好多事儿，别让超级省油。超级省油，我属于新能源是吧？徐飞，你还能走绿通呢？还是农副产品？我还怎么了？先生，咱关系能叫坐骑吗？玩笑，咱关系，关系叫搭档，搭档，直接说我名就行。说名，哎，对，他叫碧水金金兽。水陆两栖的，你知道吗？哎，他那动作你知道吗？他一般都这样。这是什么王八精？这是彪哥来的。行了，彪哥来的可以。这不还是坐骑吗？先生，介绍你名字吧。那介绍人名啊？人名啊？对不起啊，刚才介绍的是兽名。兽名没完了。人名就一个人名，肖子科的啊，好兄弟，惭愧，姓李，叫李霄红。我的名字啊。你看，感谢您沉默的鼓励。好多朋友保守啊，是不是？您这喜欢他就鼓掌呗。啊，好多朋友都特别喜欢他。没有没有，有没有？有。有。你看看，这有些鼓掌的。这是男士、女士这边。这是女士。女士是吧？女士真是审美水平真高。还行啊。真是啊，真也慧眼识珠啊。没毛病，没毛病吧？没毛病，是不是老铁啊？666，行啊。少说这词儿啊，以后我记住这词儿啊。这是发现您的好嘛？还是喜欢您的多？喜欢你的多？没，好多朋友已经不局限于在底下听你的相声艺术，那还要干嘛呀？都要争先恐后的扎入你的生活当中。您说的是融入？对呀、啊，啊，融入跟你交朋友啊，那可以。有没有？有。还有跟你搞对象的？啊。怎么这反应？你看，好久远之前的事情。好，好，好多亲爱的观众朋友特喜欢他，是吗？跟他搞对象的那个啊，那家排队排姥姥家去了。我姥姥家离得太近了吧？那你这人怎么自荐菲薄呢？没有啊，有喜欢那样的，自知之明啊。有啊，后来搞到什么程度了啊？马上就谈婚论嫁了，也都到岁数了，见家长了啊。哎，见家长的时候出现阻力了。什么阻力、啊、他母亲这人 啊特别的保守，哎，很传统，传统，他没见过粉丝，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对，把那粉丝给人拒之门外，还真是。您走吧行不行啊？您走吧行不行？饶了老娘行不行啊？饶了老娘行不行？保守老娘，老娘我就这一个儿子啊。哎，老娘我就这一个儿子啊。老娘我就这一个儿子。把你妈给端下来了，对，您现在占便宜已经直接占到我脸上来了，是吧？我不是表现你妈妈这种心情，我妈也没有跟咱家莫爷似的挂我肩膀上啊，我没玩过那个。废什么话呀？啊，你就说事儿得了，就说是不是这句话吧？是，我就这一个儿子，您这走话不同意？对，按说这位就没得回答了呗，没话说了，人家还有的说，说什么呢？阿姨呀，您怎么这么保守呢？对，你就让我俩在一起呗，啊，我俩是真爱，嗯，在一起以后您就有两个儿子了，可不就两个呀？我要扎入他的生活当中。行了，对，哎，来了啊，来什么来了？男的像话，你还管那个？我得管一管呢。有人喜欢你不得了吗？除了胰岛素以外，别的不能扎入我。是吗？对，我给你干低血糖了，给你。行了啊，男的咱另哥们儿处。就说有人缘啊，这好交朋友，是不是？肖子科里边的佼佼者，这您是过奖了，是不是？哪儿都好，不敢当。学问大，那倒是。个人非常努力，应该的。语言天赋，老天爷特别给饭。哎呦，您夸我了，是不是？人性啊，不。也非常的优秀，这是优秀啊，优秀，你都快催那柱子上了。
还优秀。要脆柱子什么？那怎么说到人生脆我一口啊？我就刚才我这儿有一个小虫飞我嘴里了。这月份还有虫子？啊，刚才有一只就是什么北冥之鲲的飞我嘴里了。怎么不撞死你？北冥之鲲就是小昆虫，小昆虫啊，昆虫的鲲呢？对对啊，什么文化？您这是？是不是、啊、没有虫子动都动人性也好、哎、我就好交朋友对不对、哎、各人各方面都好很善良人家是那个触类拔萃的好演员啊这成语啊说您你这口气必须是喘吗今天这儿不喘这口气嘎死这儿怎么那么大仇恨嘎废话触类拔萃咱连上触类拔萃哎这边说几声触类拔萃谢谢名列前茅不敢啊首屈中指首屈收回去收回去首屈一指哪指哪指拇指啊还哪指我使劲了啊好劲手屈一就这手指头啊我们单位啊您大伙儿给评评理怎么着这手指头只能是班主恩师郭德纲郭先生怎么非得是他呢你看这身高比例这比例咱也不知道你夸的是骂的对不对吧这发型你发型好你这发型是不是大拇指不行食指总行吗这于谦于老师啊那艺术你比得了那身体抗造那劲头你比得了抗造就行对不对所以郭老师第一啊于老师第二是你第三是什么你您呢啊比我还厉害呢骂骂什么街您先骂的街就说你很高啊很棒啊承不起您这夸奖不单哎不单说观众朋友喜欢你啊我个人都非常欣赏你的肉体你怎么老咳嗽呀我是我你别碰我现在烦你了懂了什么叫肉体就是你外在这形象多好看呢那叫外貌是不是对好看吧好看富态不富态是吧、啊、好玩吧、嗯、是不是我也没让玩啊也弄家门去弄家门去便宜便宜是便宜后续消费比较多呀后续还什么消费我能吃哭他们家非得养个活的吗废啊好玩我一标本哎呀你回家熬猪油就说这个他非得往那个猪那个领域里靠您现在按猪肉价卖呢我按猪肉价卖了吗、啊、没有那就说您这形象啊可爱谢谢对不对、啊、这怀里头抱一条鲤鱼、嗯、拍一张照片过年的时候不就能贴在墙上了吗把我当年画了就是说您这好看呀没有是不是看来我个人啊真的挺喜欢他这外貌的是啊有两处优点啊咱一般人不具备是吗哎给您分享分享快说头一处下巴好看这也是优点吗、哎、你看这乐乐下巴好看一般人你没有这么软乎这么肉乎也没有吧你不信你看你看你看好玩不好玩真的这手感确实不错就得擦的您这什么意思、啊、这都有油花了行了行了、啊、赶紧说第二处下巴就是两处一处我用你呀、啊、你看我自己你叫完美的下颚曲线这边朋友我为了照顾这边呢这一桌的四位朋友啊我老得这样由于你的存在他一般媳妇看不见我哎你挂那儿说去好不好挂上废话双下巴就俩优点那不是俩吗你是不是俩俩对啊开开眼吧多少不少呢看这个是吧啊你把那米其林的轮胎弄家去呗是吧爱看这个哎呦哎我这边怎么没鼓掌啊刚才没看见吧对就你那角度他这样你没看见吧该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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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花钱了
我卖的是艺，我又不卖下巴，没让你卖身就不错了。废什么话呀？没有展示下巴的啊！你给那人家坐这儿容易吗？你给展示展示。我不。退票。退。你买的是相声票，又不是下巴票。这理由还退吗？退。哎，你不用问，我这勾，我这勾。不是勾引啊，我这招你这话头了，是不是？怎么能够退票呢？你看看，你不能退票啊！退，把就退票。不给。退。退。退役。退役。退役是吧？明天半决赛，今天先退。你拿我们当国足了，是不是？啊，还退役？你是退役是退票了？我退场得了，什么呀？退场真退掉了。废什么话？没您这么说话。展示一个，真是我不保守型的。不不，来吧，多可爱呀！就冲你这么膈应人，我就快点。你要不弄，你要不弄，我恶心你了啊！你给他弄。你能想象到这一个38岁的人吗？我让你说了吗？您老人斑差点甩我脸上了，还有老人斑呢。你刚才这大哥不是这兄弟？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了。你要不说38岁，我绝对管他叫大哥。现在他不认头了，对，不认呀，是不是？你多大呀？我才30呀。你才30啊？呀，那你发际线怎么比我还高呢？哎。你找到一个缺点了，说点人爱听，说点爱听的。哎，像什么？这东西互动着玩呗。嗯，到这儿都是高兴来的。对，不就图一乐吗？啊，花钱不多，找乐不少，性价比高啊。台上十多个大老爷们儿轮番伺候你们。哪找这地方去？没有这种地方，而且在三里屯。可以了，这边都关了。对人一定是混迹过这种场所。没有什么，没有。天堂超市提我能打折。哪儿？天堂超市那都关了。意思行了，来点女孩可以呢。人家观众是来寻找欢乐的。对呀，不是来寻欢作乐的。我没说寻欢作乐。咱们开的这叫德云相声会馆，会馆不是德云男子会所。我们开的是什么？我们开的德云男子会所。啊，就我们单位的就会男子会所。那您刚才这么说的呀？我们领头八米郭德纲。对，一小头巾，就一小矮个，前面迎宾的于谦，抽烟喝酒烫头，大爷开门啊！是不是？太恶心，是不是？站到这儿是保洁。哎呀，又给我来新人物，这包怎么这么多新人物？那你这不像话呀！你是太不像话，不像话！您好好说，那叫登台献艺，就是登台献艺，哎，轮番演出啊！啊，尤其是现在这相声特别不好干，怎么呢？因为现在啊，因为以前这个艺术啊，过不了黄河。什么意思呢？你到那边语系呀、方言不一样，人家听不懂啊，懂不了北方的搞笑逻辑。对了，而现在都普通话推广的好啊，嗯，大家就是天南地北都能听了，门槛很低。过去不行啊，这台上学个方言什么的，还都得是北方的这些个方言。哎，还真是，对不对？还能有共鸣啊。现在你到哪儿去，南方方言啊也得掌握一些。没错，干我们这行也不容易。是真的，到哪儿就得学点。没错，你不单说各地方的方言啊，就是咱各个民族的少数民族的语种，嗯，还都得有所涉猎。哦，少数民族语言您都会啊？来一个。那我问问您行吗？不学白。哎呦，行，还行，都有少数民族的是吧？啊，您是哪个少数民族？这是我们校友啊。汉族也就在我们学校，汉族是少数民族。他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
汉族是少数民族，现在这个汉族也是少数民族啊。不不，他挺多的，是不是？他挺多的。你对这也感兴趣？我感兴趣，是吧？对呀、啊，北方的啊，你像南方的什么傣族啊，这些我先等会儿，这我也没听过。傣族多火呀，云南傣族，就是跳那个古巨舞的那个。那个就到日子拿热水就泼你，热水泼泼水爷，那个那叫傣族，傣族都在派出所呢，一样一个意思，差多了，一个意思，不是警察逮小偷，警察逮小偷一样，没有，那就叫傣族，说俩字儿。就那些南方的少数民族呢，学生我就涉猎的，您不掌握，不懂了。北方的比较精彩，北方小。那我可以向您请教两句吗？哎，您别客气啊，咱聊天，跟您学学聊天、啊。这蒙古话您会吗？会。会会，但是 啊就是特别精通啊谈不到，那就是日常用语啊，哦，表面这些个通俗的、啊、简单的平常聊天能用到，能那太好了，跟您学学、啊、这个蒙古话管这问好你好怎么说，你好啊，你好，听这发音啊，哎闷的闷的哦，蒙古话你好是闷的闷的，哎哎，差不多，你还挺有天赋，你看、哦、这演员真通人性，这叫什么话？就是悟性啊，悟性高，我还行吧，学得快，悟性，哎，闷的闷的，哎，你听听蒙古那歌不有了吗？那蒙古草原上、哎、有歌有歌是吧？你看那谁糟践多少歌啊？你想说的是那秃子啊？哎，他有闷的闷的啊，那问大家好，大家好啊。齐了闷的，齐了闷的，哦，大家好，就是齐了闷的，齐了闷的，哎哎哎，我问全国人民都好，全国人民同同地闷的了闷的，您这是蒙古话吗？不是，哎，对呀、啊。你都承，你都敢承认了？废话，我刚说完，你那点日常交流用语，嗯，你这你好，大家好，嗯，这能说？我问你，你什么身份啊？你用得着全国人民都好？你用得着这句话呀？啊、说不上。你骑着马，嗯，驰骋在草原上，嗯，全国人民都好吗？你什么身份啊？你是成吉思汗呗。别叫四汉子了，你先等你就问不了这话，你这话你用不着，我在换点儿，说实话这话我真不会啊，你这话用不着啊，这个好，你甭日常的，对不对？这么着急吃走路走路，哎，走路，哎，走路，接着走路，呀不了呀不呀不了呀，哎哎，走路，这是走路，哎，快点走，这有什么可乐，我就不能快点走吗？你走得起来吗？我后面有狗撵我，行不行？行行行行，骑了呀不骑了呀，骑了呀不骑了呀，哎，就是快点走，蹦起来跑，跑咋样？哎呀，这就是日本话，废话嘛。我又晚了，我问你，就这词儿我都听着新鲜啊！蹦起来，你怎么跑？太空漫步，哦，蹦起来没法跑。你怎么跑？怪我的，我没学过这个。你这问的这都再换一个啊！我最喜欢的那个词儿，吃饭，吃饭，嗯，扒了一地，不是不是，蒙古人太浪费了，不吃不吃呗，扒了一地干嘛呀？谁说你？扒了一地，你说的扒了一地，你别按汉语那么理解，它是音译。你说的是扒了一地，哦，扒大一地，哎，这是吃饭，哎，我吃肉，马海西，哦，吃肉看着就听着就有劲了，马海西，马海西，我吃牛肉，大鸡叫马海西，大鸡叫马海西，说白了就不好听了，大鸡叫马海西，我吃羊肉。小鸡就马海，我吃鸡肉，尖嘴子马海，我吃鸭肉，扁嘴子马海西。学生仔，你看，我已经感受到长生天与我共鸣了。
怎么了？您那蒙古话全在脑袋上找琴是吧？你吃的太多了，你我还能吃呢，我还能说，你都能找着是吧？我能都能找啊！我吃蛇肉，蛇肉什么肉 ？Snake。还跟我说上法语吗？这是法语啊！我不是不打你，蛇肉，蛇肉，哎，奇了怪味吧？还是我吃骆驼肉，两根骨棒吧？还是那要照您这么翻译，企鹅肉就是小蹬腿吧？还是不对，那是 QQ 吧？还是吃得着这企鹅肉吗？你吃得着吗？我吃得着吃不着我得说呀。你吃不着不让吃也不让吃。废话，你在蒙古北部大高原，你上南极吃企鹅肉？你这马给你磨断腿你倒是非得用马，对不对？先生，您这蒙古话实在不怎么样。这谁？我没跟你说嘛，就是日常的简单的啊，不太精炼的那个我会，还是粗通皮毛。哎，我要说研究的最好的什么民族话真正精通的啊，那得说满语，满洲话。哎，满洲话，这您研究的？那当然了，精通，精通啊！现在还有人说这话吗？有的是，本身我就是满族啊。您满族啊？您满族人呐？啊，你满族吗？快乐吗？我不太满足。你快乐吗？不太满足。快乐是什么？你行了，就像跟那什么差不多。少刷点抖音啊！我就问您，您是满族人？满族，我还是皇室。皇室，大家都是皇室啊！我前天闹肚子有点绿。不是你每顿饭离不开的那个谁？不是你拉屎干什么呀？这哪什么叫皇室啊？皇室，我是黄段子。哦，您啊，您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黄段子，那你该被查封了。我怎么弄成黄袋子？黄袋子，黄袋子啊，两条带鱼。不是，原来，哎呀，你都不懂，满洲过去怎么分这个这腰带什么色儿？哦，黄袋子不是满洲八旗吗？整黄旗，人家是黄带，您是黄带，整黄旗，往上是绿带、蓝带、黑带，一个、二个、三个，摔跤来了是不是？那是跆拳道。跆拳道我也不怕你，你过来来什么劲？我今天动用第二根手指都算我输了。那算我服了。哎，对，好服，好好。不是他老跟我抬杠，您看见了吗？没抬杠，您是满族人，对的，还会说满洲话。那当然，咱们正经祖上叶赫哪儿拉屎？对，哪儿拉？对，哪儿拉呀？厕所拉呀？这就是嘞，慈禧他们家，那叫叶赫那拉氏。你有口音啊？对，我有口音的。对，哎，口音嫩重啊，对，特别重，是不是？谁有口音的啊？咱就是正经的，是满族，不开玩笑啊，不开玩笑。现在真有地儿说这话吗？有啊，你看有那个有个满族研究会。满族研究会，哎，全称叫什么忘了？是满族什么文化传承研究会啊？研究协会，哎，那儿的所长。就经常找我，让我推广这个满语。不，有个问题，协会怎么出个所长？会所吗？黄袋子啊啊！您那儿也是个会所？就你甭管什么领导啊，嗯，就经常来找我，嗯啊，让我给开个讲座。是，现在正愁呢。愁什么呀？开讲座现在不过瘾了啊，让我来实际表演满语。啊，重现当年的情景啊！要录一个那个 flash， 不是那怎么说？我不懂那立一个 flag， 立一个 flag， 就是那个什么微，哎，就什么微啊，那个 vlog， 对吧？对啊，对，哦，就录一个小短片啊，嗯，哎，就是远景重现一下。一个大街上两个满族人见面，嗯，聊天问候的这么一个小视频，
哦，要封存起来，明天就叫什么那个申遗的时候用。哦，申遗的时候用。哎，我现在正愁这事儿呢。您愁什么？这活儿估计也公益的，也不给钱。给很干呦。知识啊，哪个时代知识都值钱呐、啊，宝贝儿。这话倒没错，对不对呀、啊？给钱，给多少？好价人民币400万美金。那到底是人民币是美金呢？就合400万美金那么多的人民币，那得2700万了。嗯，越过愁呢，愁呢，就是。不是您别愁了，这还有什么可愁的？挣钱呀，俩人表演呀。啊，原来我有一个满语上面的搭档啊，前两天出点事儿。什么事儿啊？让车撞死了。这叫出点事儿啊？啊，没有人，我的搭档经常让车给撞死，知道吧？啊，伤口倒不大，就这么大。哦，那行，就是脑袋掉了吗？啊，碗大的粑粑。行了，先生，先生，啊，不是您那，哎，你这还得大，不是不是。那这样吧，您这钱没挣着是吧？没挣着，必须得这俩人去才能挣着，远景重现嘛。我替您那搭档，替他去死。别，我别替他去死。他已然已成黄鹤去了，就是那这不敢当，你等下回吧。不，别下回啊！我替您把这视频拍了，你回家你算卦了啊？你命有这么硬吗？你别有钱，有命挣点钱，没命花啊！我命硬不硬的，反正肉够厚，轻易车撞不死，是吧？那行，你要不怕死，咱就去。对，没有什么危险。我也不白了你，怎么着？我给他多少，给你多少。400万美金不是啊？哎，咱俩人刀切账，一人200万，给你50万。您这刀切偏了吧？怎么了？400万刀切账，一人200万。哎呀，你50，我50啊。剩下那个你不得上下打点疏通啊什么的？你得跟那联合国申遗的时候，你得给人贿赂，要不然这东西全他娘成韩国的了。哦，明白了，明白了吧？还得打点关节。哎，你懂不懂？明白，50万也不少了，不少吧？不少不少。哎，那咱现在就开始吧。开始啊！您教教我这怎么？虚心学习啊！我太虚心了。刚才在学那个蒙古话的时候啊，还是有点天赋。是啊，哎，真是悟性高。那我教你啊，你打这边来，我打这边来。嗯，远景重现。行，在这儿见面。好，说这个满洲话。那俩满族人不得行个礼，打个千儿舞的？你会吗？我看过电视剧。满语这个马蹄声啊，对对对，满洲啊，以示尊重嘛，打千儿啊，这样。对对对，哎，热情的话，这个打千儿行礼，这个啊，前面还得加个撞肩礼。碰肩膀，哎，就撞一下肩膀，对对对对对，表示热情，是是是，会吗？来一回，给大家重现一下。太好了，今天官职办来的啊，来。我死的还得快，你差不多啊！哎，你别给我撞死！放心吧，啊，哎，来，
我是不懂满语啊，可是这各个语种的爸爸我们得会啊，我们是捧哏呢、啊。那你这你不会吗？你看看，不不是真不会，假不会，你这你给我说好了。不是，我就看过几集《甄嬛传》，哦，这表面这点事儿啊，对啊，这满语真不会啊。你真要细究，我也不会啊，就听点阿妈呀、格格啊，对对对，就这个会啊，称呼上啊，那行，那我好好教你啊。来、哎哎哎、啊，那我叫 你也叫我阿哥，咱就哥们儿相称，哥们儿相称，太好了，明白啊？来来来，阿哥。阿哥，阿哥赛，阿哥，阿哥赛，阿哥，阿哥赛，阿哥。业余的木匠怎么讲？就会一句，就会一句，就会一句。废话，您就教我这一句啊？你问呢？你问呢？我叫你阿哥啊！哎，你叫我阿哥。对，我说阿哥赛，这什么意思？就是你好啊！我问好啊。那问好啊，我应该说赛意，赛意是好啊，啊赛意就是好，简单嘛，哎呦，明白特别快啊，阿哥阿哥阿哥赛意赛意，多么哥们赛意赛意，多么哥们赛意赛意，多么哥们赛意，阿哥啊这。怎么又回来了？又回来了？不是又换词儿了您？哎呀，我叫你阿德赛爷啊，你好啊。对，你说赛爷，我说我好啊。我说哥们哥们赛爷，这什么意思呢？全家都挺好的。我问全家好啊，那我应该说哥们赛爷什么意思？死绝了，我别死绝了。哎，这个真看你这语调啊。啊，你说哥们赛爷，哥们赛爷，对，这是说，我就问你啊。啊阿德赛爷啊，多么哥们赛爷，哦，哥们赛爷，哥们赛爷。死绝了，那我要说全家都好都健康呢，那你得情绪高涨一点啊，哥们赛爷都好，我们全家人的性命掌握在我的语气上。对了，语气这很关键，同样的一个字不同语气不同意思，是吗？你说哎你大爷，哦大爷家呢？这听懂了吧、啊、你大爷，这不就骂街了吗？啊，就一样，语调越高，我们家人越健康。哎，对了，反正行，你们家是死是活，你掂量着办。没问题，交给我吧，好不好？嗯，阿哥，阿哥，阿哥赛爷，赛爷，这么哥们赛爷，哥们赛爷。我们家万寿无疆，我们家永生不死。你神经病啊，不可能，我语调这么好，我不可能神经病了。哎呀，瞧这模样，瞧这模样，你看这模样。哎呀，我不管，我们家倍儿棒，倍儿棒。好好好好好，我得给我们家生，我在外面面子都是自己给的。啊，行行行行，嗯，后边词儿我都忘了。来吧，阿哥，阿哥，阿哥赛爷，赛爷。这么哥们赛爷，哥们赛爷，矮白菜，去超市，上超市干什么？超市，您不买白菜吗？我说矮白菜，娃娃菜，就那矮的，也有一包仨，不是矮的那白菜，你不说矮的汉语翻译，那您说什么意思？就是。矮白菜怎么讲？就是满语翻过，就是你干什么去呀？哦，问干嘛去啊？那我说什么？你说啊，嗯，骂几个白特比啊，这简单，骂你哥骂。哎呀，差一点，咱这就不能播了。你别用汉语翻译，它用音译干什么呢？不是，那您再慢点说，我骂几个白特比。妈鸡哥掰特米，哎，这句什么意思呢？我不问你干嘛去吗？对呀、啊，就说没事儿，火葬场溜达一圈。别，我没事儿去什么火葬场啊？就是外边溜溜弯儿啊，溜溜弯儿，玩笑，溜溜弯儿。好好好啊，哎，明白了吗？明白明白。阿哥，阿哥，阿哥赛赛，那么哥们赛，哥们赛，矮白菜，妈鸡哥掰特米。你别这么表情这么正经啊，这句话
啊，不是你的语调好，你们就保住全家性命了。哦，我以为是我跟上一句不一样，哦、就是干什么去，没事儿再跟我溜达溜达，就这个意思。哦、这个轻一点行啊。哎呦，你别老这样，阿哥，阿哥。不行，你活着。看过吗？这舞台是为您设立的。哎呀，就拿他外边送祝福去，多好啊！什么是吧？哎呀，真是多吉祥如意是吧？后悔了吗？下回买这边票吧，好不好？要不净看他屁股。他这表情刚才不是好玩，给人家演一个屁股。不是，他们没有笑死。快快了，不是，别老逗乐啊！这满语还没学完。谁？我着急挣钱，你干什么？我不是担心你们家庭人健康吗？不可能，他们必须活着。哎呦我娘哎！阿哥，阿哥。哦哦，这是不是？你要这种状态啊，你我们要录那视频要带观众啊，要也乐成这样啊，好像我给你80万美金，是你说的，来吧，大庆哥一愣，哎呀，你这状态明显的这家猪变野猪了，我快拦不住了。您说您的我还没学完呢，这阿哥，阿哥，阿哥赛爷，赛爷，怎么个么赛爷，个么赛爷。矮白菜，马吉哥拜特比，比西尼阿姆弗的西尼夫妇玻璃特阿姆加斯，嘿，真的，改日本人了？废话，您这一嘟噜什么玩意儿？这一大嘟噜是我说啊，跟你也没关系呀。哦，这句话跟我没关系了。对呀，那我得回您话儿。你回答这句啊。啊，欢迎拉库，欢迎拉库。哦，不对，欢迎拉库，欢迎拉库。好悬呐，家里又死人了。这句不是死人的意思啊，但是啊啊，你也体会到这精髓了。是，其实这句啊是最该情绪激动的，得爆发。刚才你的状态啊，完全不能满足这个语境的需要。刚才那个状态还不够，还得比这翻了好几倍啊！就这种心情，我刚才那个生死人肉白骨的这个能耐都已经不行了，不行不够。就是你心情更得激动，声音更得大，情绪还得饱满。就是这先生这样吧，我是一个方法派的演员，您给我说一个情境，我拿这个事儿套进去，我就明白什么心情了。比方说吧，啊，你走夜路，哦，突然间看地有一钱包，打开钱包一看，怎么样？里边装了2000万美金，还有一张美女的照片。先等会儿，结果一吹，美女照片就活了。不是，我先不管别的啊，那2000万美金，对，一张的。别乐了，废话，您见过2000万吗？人家秀的是华盛顿，不是玉皇大帝。我们都管那个操作叫印，谁在上面秀啊？秀不是显得这手工艺高吗？啊，对对对，啊，两面秀，这边是华盛顿，那边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吧？你这够满语了，我都听不懂。废什么话？2000万能装一个钱包里吗？就比心情吧。心情吗？支票，对，支票。有一照片，大美女。哎，这美女啊，你喜欢谁？赵丽蓉。赵丽蓉。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赵丽娟，哎，不是赵丽颖。啊，赵丽颖，行不行？啊 ，Lady Gaga， 这都随便。Lady Gaga 有点洋范儿了，是不是？行这样的啊，一吹气儿变成一大美人。这边2000万美金，这边大美人，我是人财两全。对，这时候你的心情美死了。欢迎拉库，欢迎拉库的表达，欢迎拉库，欢迎拉库。太棒了，这
上哪儿找去？那2000万和赵丽颖去哪儿领？啊，哪儿领？那是设想，然后你换一拉裤，这梦就醒了。哦，反正能挣那80万，那不就行吗？太棒了，太棒了，对不对呀？行，那个咱们再复习一遍吧，还复习一遍？我多少有点恍惚，注意啊，从头来一遍，穿套的，对，穿套来一遍。阿哥赛，这么哥们赛，哥们赛，爱白菜，马吉哥拜特比，李西尼爱弗勒西尼弗弗波利特阿们亚克萨特里，赵丽颖，欢迎大哥，欢迎大哥。咱就挣着了，那天我就带着去了。行，好不好？哎，对，还有个最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您最后说那个什么，这波波什么耶萨的雷，这什么意思？啊，就我那大套。对，那你别管我说，不行啊，我学东西我得学全套。你刚才学全套啊？那万一这会所里的这个所长跟我说，哎，这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怎么办？这钱不给了？啊，那我不是不想告诉你啊，但是我有点担忧。您担忧什么呀？我怕我告诉你这什么意思啊，我怕你生气。我怕你急眼，您怎么？我怕你炸毛。不，您教我能耐，我感激您还来不及，我不能跟您生气呀。那你凭嘴一说，我不是，我真不生气。那你发个誓，我还得发誓。你发誓，我一说这什么意思？不能急眼，没问题，不能生气。今天当着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发誓啊，我一会儿要听完您说这什么意思，我要生气啊！怎么样？我是你孙子。好。我知道你有这态度 啊，我连怀疑拉库我都告诉你，太棒了啊！快说，你不就问这个比西尼、弗洛西尼、弗波利特、阿姆加克斯的离是什么意思吗？就这句，就是把你过去给我当儿子，问你乐意不乐意？我给你当儿子，急眼，你急眼啊？急眼，你是孙子。对了，你不急眼，你还能长一辈儿。快急眼，急眼。那黄衣拉裤呢？就是太好了，太好了！去你的！谢谢您的鼓励，哎啊，你就这演员多好哈，惭愧，倍儿有排面，是不是？啊，你瞧人家这个逗哏演员啊，刚才你看那外边那个，就是刚才那个学评书那演员了吧？啊，党骁勇，看见了吧？就那个连那拿刀啊，噗啊，还得摔在地上，是又卖力气，浑身还得使劲儿啊，是不是？效果也挺好吧？对。但是你看边上那演员跟傻子似的，不能这么说话，是不是？挺好的，他整场没什么词儿。啊啊，对，不错，您给表演表演，嗯啊，就这个呀，是，您这是说书吗？哦，自杀呀，去你的吧！他就下台挣钱去了，这是他刚才全部的词汇。啊，你瞧我领出这牲口，什么叫？我刚要说什么叫领，没想到后边还没牲口等着我。就说你呀，活力呀，好啊，就是年轻，舞台张力大啊。我们这俩人的表演啊，能够得到您的认可啊，全仗着他的付出跟努力。您不能这么真的，真的好演员啊，以小演员都愿意让您记住名字吗？全名嘛，我的名字不重要啊，我求大伙儿吧，怎么记住我这好搭档的名字？谢谢，好吧。哎，我们这一场啊，我叫李九春啊，他是李九春的搭档，谢谢大家啊，谢谢，给李九春的搭档传名。啊，李九春的搭档啊，就是抬着大棒子跟母猪站起来一样，坏了，坏了，啊。我姓搭叫档吗？你怎么这么淫荡的名字？为什么给我来一掌？废话，我多可恨！什么叫母猪站起来？你这不明显吗？那哎，不明显吗？啊，不要给大哥给臊了，是不是？您甭夸我了啊，就是确实好，还是您好啊，真的就是特别优秀。啊，接下来大伙儿爱听呢，给您翻场翻个小段。对啊，其实时间已经够了啊，正式演出已经都演完了，结束啊。为什么呢？给您还得演呢啊，没有什么名角大腕，对您那些个流量的大明星，嗯，您看不见是没关系，我们有这些走量的演员啊。就给的多哎，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是吧？真的，这是大呀。其实那些个大演员也都打小舞台上，一个观众、两个观众、300观众、400观众，慢慢成长起来的，这都是起点呢，是不是？啊，虽然说他们现在都不在了，
但是他多多的使的，你先等会儿，多的使的，我这别说这字儿，什么叫说呀？什么叫说死了？多的死，这话能说吗？这字儿能说吗？什么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他能不死，咱们什么时候能出头？要不这愿望您使劲说死，您当天晚上就干。玩笑，人家就到了更大的平台了，是啊，网络上边啊，电视上边，综艺上边啊，那个大商演上边，嗯，都在那边骗钱挣钱，是不是？拦不住你啊，就是小剧场就好好的表演，对，得把观众留得住，坚守基层岗位。哎，您要是对我们这一行艺术熟悉的话啊，接下来这翻场小段的内容大概其您能清楚什么内容？您知道我要说什么了？您打算捧哏家里头出事儿？不可能，我刚才已经让他们万寿无疆了。刚才我是反着教的。你太可怕了，他们已经都不在了。说呀，什么事儿？我们家都出事了。你们家出事了，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对，兴奋。对对对，不是你们家出事儿啊。你盼着呢是吧？我不盼着，我得回去收拾去，我得啊。什么事儿啊？好事儿。哟，我们家还能有好事呢？行吗？好，做梦。有好。到底有没有好事？我不跟那些演员似的啊！我不跟那些个演员似的。您说这个好像就是那一位吧？我不跟那些演员似的啊！啊，于谦他爸爸到现在还在蒙古国当海军司令。是不是我又来了？咱说点真实的啊！我说这绝对都是真事儿，您就说吧，保证是真事儿。什么事儿啊？你看他们家啊，对他的，你看这个身材看得出来啊，怎么？哎，对他特别的疼爱，那是小时候的宠爱，可不。本来他们家没有这么胖人儿，哎，是因为疼爱他，老怕他不长命，是老怕他半道夭折了，这是夭折了，这是。干嘛呀？揣呀，愣给揣大了 啊！其实家里也挺不容易啊，对，是不是？嗯，这个由于他爷爷那一代啊，就开始宠他、疼他，隔辈亲。那、他爷爷就在北京大兴那边，您知道吧？嗯，大兴区。嗯，就你知道是吧？就是大兴啊，是南部一个郊区。对，哎，他们家人们种点地，没错。他爷爷退休没事自己包的地，嗯，种着玩儿。对，没事老头上新发地去发菜去啊啊，就骑那个电驴，三蹦子。哎，其实不是电的啊，是那个还烧煤油的那个柴油那个，别烧煤油，就是那个咚咚咚咚咚咚，巨力牌三蹦子，对对对，好详细，就那个，没事发个菜。对，那老头老了以后，好家自得其乐，对，还不是好发菜回来。那天发再回来，有点意思。出什么事了？上高速了，柴油三蹦子上高速了，骑这车上高速了。哟，你看，新开高速啊，新发地到一直到南边到固安，这新开高速，他打哪儿能上得去啊？五环跟这个新开高速交接口这儿啊，不设卡。哦，他从那儿嘟嘟嘟嘟嘟，他就上去了，偷摸上去了啊。上高速了，上刚开有十多分钟啊，坏了，出事了。怎么了？就这三蹦子啊，坏了，三蹦子坏高速上，坏高速上了。哎，这停在应急车道上。是，老头说这怎么办呀？你说这东西本来挺好的，这坏这儿了。嗯，哎呀，你说这怎么的？老多耽误事儿啊！是给我加个豆油啊，出来。不至于，怎么坏？这怎么办？你说他也没有什么安全意识啊，这老头还善于给别人惊喜。怎么？他在高速上拦车，拦车，他就打算拦一个车来，拿那牵引绳什么的，把这车给他拉起高速去。哦，这倒是个主意。你到离远点啊，拦车他不接。他怎么拦车？他给人惊喜啊！你给学学他怎么给惊喜。这桌子啊，就是他这三蹦子。嗯，车是打这边往这边行驶啊，他就藏这儿。来了啊，来了啊！哎，这车行，拦这车啊！一二三，走你！按理说啊，应该给他撞得粉粉碎粉粉碎，骨灰都给他扬了，对不对？但是啊，奇迹还是没发生。怎么？人家开车这是一奔驰车司机啊，真停住了。这才叫发生的奇迹啊！这停住，好家伙，这刹车踩都快踩到底了。是啊，都冒火星的了啊！哎呀，哎呦，我的妈呀！
听着就拉缸的，吓死我了啊！哎呦，这老头干什么呢？这是没有这样。不行不行，我得说说这老头，得说摇下这玻璃来，奔驰也摇玻璃啊。老奔驰太好了，老奔驰啊、哦！虽然惊魂未定是，但是啊，人家开奔驰这大哥 啊挺有修养。怎么、啊、说话比较和气？怎么说的？摇起来以后对着你爷啊，你他妈找死了，不要命了！你个老东西，你吓死我了！和蔼可亲，不是和蔼可亲，没打他就不错。您大伙儿得原谅，什么？谁受那惊吓？谁能好脾气呀、啊？我都能听得下去，就应该这么骂，是不是？对，哎，你爷不往心里去，你爷是乐呵乐观乐观派。他多大心冲着那司机，哎，小伙子，骂得好，骂得好，下来吧，下来吧，纯健谈，哎，好好玩吧，大兄弟，好玩吧？哎 ，surprise！ 别玩了，赶紧说事儿吧。哎，大兄弟，来边上来，我求你点事儿。哎，那什么，咱爷俩有缘分啊。对，好，看这车了吧，这车了吧。嗯，我的车对坏这儿了啊！我是想拦个车呀，您好心人，您拿这牵引绳子把我这车帮我带下高速去，对，好不好？谢谢您。你看你开好车，人又好，人性好，准发财，儿孙满堂，长命百岁，遗臭万年。没有没有没有，这句好好捧人家，肯定是好人，行吧，小伙子，我大爷，我求求你啊！是，你看，谁也架不住三两句好话呀。嗯，哎呀，您擦擦汗，行吧。大蛋儿，你这行为太危险了，是啊，下次别这样了，可别这么干。有那个牵引绳吗？咱俩拴上吧，拴上吧，系好了。嗯，哎，都系好了。好，系好了。那个司机要回车上，嗯，回头嘱咐这个他爷爷说什么？大爷，那什么，您可注意点啊！我这人开车有个不好的驾驶习惯。您什么毛病啊？我爱开快车。哦，踩油踩得很啊！对，我都回头怕你骑这三蹦子上、啊，你得扶住了把，是一会儿我车到了你没了，对，这不行，颠得飞了，哎，太快我也不行了啊！这样，小伙子，咱俩约定个信号，什么信号？你勤看着点这后视镜，干嘛？这反光镜，你看啊，我什么时候打左转向灯了？嗯，就说明你车速太快了，哦，你给我慢下来，是啊，你什么时候看我打右转向灯了？嗯，就是到地方了。靠边给我停下，下去就行了，这倒是个办法。哎，这主意挺好，不错。左转向灯就是太快了，哎，右转向灯就是到地方。嗯，挺好，走吧。刚开上这车没有五分钟啊，大队里边超车道，一个白色的宝马小轿车，嗖，过去了。哟，奔驰这司机唰，被超了。姚和，较劲是不是？嗯。斗气儿啊！啊，好家伙，你当我这奔驰是假的？是，追他，追，一脚油门踩到地上，呜，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180迈，好家伙，你爷都快碎了，哎，哒哒哒哒哒哒，眼珠子都快掉下来，哎，你撞太碎了，你想这辆飙车呀？是啊，跟在高速上有监控啊，这是违章啊！交警发现了啊，赶紧给交通队大队长打电话，给汇报，报告报告大队长，嗯，有个紧急的情况，需要您赶紧处理一下。对，什么事小同志？你说，快说。哎呀，咱们今天高速上一辆奔驰，一辆宝马正在高速飙车。对，哎，你听这大队长这反应啊，小同志，嗯，没点工作经验吗？啊，高速飙车超速。很常见的交通违章哦，你通知下个路口设路卡、嗯，把这两辆车拦下来，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是不就行了吗？有经验，这点事儿你还至于给我打电话吗？对呀、啊，他也不新鲜呀啊！哎呦，大队长，新鲜的在后头呢，什么新鲜？